分不清，怎么可能能分清呢？大鼠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昌龙，哎呀，这衣服很帅，打在了一个。Hello，Hello， 卡吗？我这哎，这 WiFi 是不行吗？哎，我瞅见了，365，刚到的 ，Hello，Hello， 作为大网红是不是？管后进来的人可能也没发现。365啊，我们。哎呀，我在现场的时候迎面了给你会有夫人这。加美颜的合影。那个脸特别。我最好看的一张。三个吃火锅，这还看戏啊？这老四人家挺努力的，挺努力的赢。老四挺帅的，你有此等。这是老四，这时候已经。什么费？不，你每天给人进你马上回来了。好，我和赘婿我们回来。嘿，哎，你这水喝的。上回也是拿大桶的，哎呀，没来得及弄。上回也是我刚收工。哎，老三好帅！哎呀妈呀，谢谢啊，谢谢。都快播完了才看出我帅吗？三哥，这句话是你自己说的吧？我都翻了半天也没。刚才真有。好，感谢啊，感谢大家这个稀稀拉拉的掌声。我们在山东省啊。横店这地址
他们骗你，哈哈，但又没事，这动作差，后期动作差。行吧，哎，我听说你马上我别吃了，你吃啥呢？见月家吃这个了，是不容易啊。你最近是瘦了吗？是，没有啊。有个宝贝女儿，即便你是，是不是显得这个比较娇小？老六说河南话，对，老六说河南话说的可好了，也河南，你弄啥来着？不是，我没带什么 flag 啊！我今儿同事还跟我说，我说能破11000，我跳女团舞啥的都可以。这么大动作，来，大家听见没啊？刚才他说的话，我听见了。白敬亭老师说，如果我们热度能破11000，他可以跳女团舞。我带着我这个哥俩，这哥俩，我可以在边上演妩媚，没问题。可以，女团舞挺好。我破11000。哎，那天小田说了破11000，怎么了的？我也忘了，还是吃播时候说的破11000，他怎么我忘了？这跳舞，哎呦，大鼻涕都出来了，笑的。一定要干净。明儿开工不？开，明天6点。下午。哼，早上。没一句能搭得上的。哎，真的，你看看人小白这个刘海儿，不，这两绺我看着了，我飘逸，你那个好像粘在一块儿了，怎么着？有点打绺。小心！我那个很奇怪，我觉得挺好的，不知道哪儿怎么回事。是你自己没有看，没有看那个怎么讲，就自己没有看顺眼啊。三哥都结巴了，对，就是顺眼，就我们看着还挺顺眼的。你不说，其实没有那么多。对，侥幸，继续。我发现了，我是长脸，就不应该用这个。我也是长脸啊，但我没用那流行那个发型。谁不是长脸呢？我是超长，是属于超长这个。超长，你要跟我比这个，我就不跟你比了。真的，我真觉得你那发型挺好看的，真的，你有两绺那个真的特别好看。凑合看吧，各位啊，对不起啊，真的挺好。你知道有个功能叫快进。怎么照顾好我家女儿？问还有人问三哥是哪里人啊？我是黑龙江人啊，我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啊，黑龙江省佳木斯的。你看着文若，力气还挺大，这灯不太亮，灯不拔了，哎，灯不拔了，回屋去，淘气，还是摸鼻子。你说一起走，那些日子再有。咱说明天收官了，对，明天收官啊，对，明天最后两集，明天最后一天是不是？跳女团舞，啊，跳不跳女团舞就看大家了啊，就看这最后这一嘚瑟了啊，朋友们，嘚瑟。小三小四已经喂好了，后半场就听仨嘎嘎的。老五一直播，对，老五现在播的，现在老五现在如火纯青啊。啥？你们什么？他们说老五一直在直播什么的，对，大家有什么什么，有什么，有没有什么年轻人有什么婚庆的活可以找他，微博私信他啊。没问题，稿都不用，就把那新郎新娘名字跟他说一下就 OK 了。名字都不用。名字都不用啊。一开始了，这玩意儿上来了。是的，是的。小白弹钢琴的。啊，小白也说这个我们的片头曲真的很好听，好听，好听。这个音乐真的，哎呀，太好了。把那小普罗已经给他了，回头经验，经验。咱们的音乐真是太经典，而且片头那些那个镜头。还有那个捏的那个小捏那个，听懂了。现在，哎，小白老师，哎，我就比较聪明，我按停了，我挑一个我认识的字儿。我也刚才挑了半天。哎，我这点，还有什么任务？
哎，这不跳到那个单穿了吗？吗啊、不是单穿，莫尘莫尘。二傻二傻。哎呀，有点倔强。年三十，大可不要。我是刘四，我就看好乔哥这个。这假当时，我一定在他面前不给你们昧进去。咱酒是假的，但他这茶可是真的。还是真的。你就放肆吧，三少主。要么给骗了。对对对。